Leçon 5. Madame Bette est là. 第5课. 贝特夫人在吗? 大家好，在上一课里面，我们学习利用法语自我介绍，以介绍别人的方法。那么在这一课里面，我们要学习上门拜访别人的时候需要使用的几句话。在前几课里面，我们已经学完了法语中所有的语音因素，那么这一课我们就从 Flash 动画开始。 请看。 Madame Bette est là? Non, elle n'est pas là. Vous êtes... Je suis son ancien collègue, Paul Fabre. Je travaille maintenant en Chine. Entrez, s'il vous plaît. Madame Bette revient tout de suite. Je ne vous dérange pas? Mais non, pas du tout. Asseyez-vous, je vous en prie. Merci beaucoup. Vous travaillez ici depuis longtemps? Ah non, depuis 3 mois seulement. 下面，我们来学习刚才的动画中出现的生词。这课里面出现的第一个生词是 elle，elle 的意思是她，但是希望大家注意，首先 elle 是第三人称阴性单数的主语人称代词，也就是说 elle 只能是女的她，而且。 elle 在一句话里面，一般来说只能做主语。这一课里面出现的第二个单词叫做 la，la 的意思是这里、这儿。第三个单词叫做 ancien，ancien 这是一个形容词，ancien 的意思是旧的、老的、从前的。希望大家注意这个形容词比较特殊的阴阳性变化。 阳性形式 ancien， 阴性形式 ancien 需要在阳性形式后面双写 n， 然后再加上 a。下面一个是动词 entrer，entrer 的意思是进入，这是一个不及物动词。 entrer 在大多数情况下跟我们以前学过的介词 dans 一起使用，例如 entrer dans la classe， 进入教室 ；entrer dans la maison， 进入房屋。 下面我们要学的是一句礼貌用语 ，s'il vous plaît，s'il vous plaît 的意思就是请，例如 ，entrez s'il vous plaît， 请进 ，asseyez-vous s'il vous plaît， 请坐。下面是一个动词 revenir，revenir 的意思是回来、返回，同样这是一个不及物动词。下面我们要学习的是一个副词短语。 Tout de suite, tout de suite 的意思是马上、一会儿。下面一个是动词 déranger， déranger 的意思是打扰、打扰别人。déranger 后面一般是加一个人作为它的宾语。下面又是一个动词 payer， payer 的意思是请求。 payer 的这个动词的用法是 payer quelqu'un de faire quelque chose。例如 ，Je vous prie d'entrer。 同样也表示，我请您进来。有时候我们也说 "Je vous en prie", "Je vous en prie" 这句话是用来回答对方的感谢，意思就是不用谢，别客气。下面是一个副词 "ici"， "ici" 的意思也是这里。这课出现的最后一个副词叫做 "longtemps"， "longtemps" 的意思是长时间的、很久的。 在这一课里面，我们需要掌握以下的几个句型或者语法点。首先，当请求某人做介绍、要求别人自我介绍的时候，我们一般说 "vous êtes"，"vous êtes" 的字面意思就是您是。那么，别人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他会自动把这句话补充完整。例如，我们说"vous êtes" 的时候，对方就会自动回答 "Pierre", "Marie"， 或者是自己的名字。 那么除此之外，还有两种其他的要求别人做介绍的方法，例如 "Tu t'appelles comment" 或者 "C'est quoi ton prénom"。刚才说的这两种表达方法都只能用在对方是一个未成年人的场合，因为
如果对方是一个成年人，而我们跟他不熟悉的话，只能用 vous 而不能用 du 来称呼对方。如果对方是一个小孩，我们想问他叫什么名字的话，才能用 du t'appelles comment 或者 c'est quoi ton prénom 的表达法。那么，当对方对我们提出介绍自己的要求，我们要自我介绍的时候，我们一般用 je suis 我是，或者 je m'appelle。